And all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I was on the sideline waiting for you. We could go to California or anywhere you wanna. As long as I'm with you, I'm alright. And we don't need the drama. We find our own nirvana. So run away with me tonight. 'Cause it's早上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Los Angeles。 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到了，但是一点点小插曲，我们昨天晚上是临时找了一个酒店住下，因为到了之后才发现忘记订酒店了。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来 Los Angeles 就是一个5天的行程，主要就是去了2个国家公园，一个是离这儿大概4小时的那个红山国家公园，还有一个就是优胜美地，优胜美地要更远一点。我们今天呢，就是从洛杉矶，就是机场这个附近去红山公园，然后明天呢就要赶着去优胜美地，是因为我们出发前我才查到优胜美地在4到6月份呢周末的时候它是要有 reservation， 你车才能进去的，所以明天是一个周五就不需要 reservation。 周六的话呢，你要是没有 reservation， 你就必须要在早上5点或者下午4点以后你才能进园，所以我们就要赶着明天就先提前去优胜美地。然后呢，优胜美地到7月之后，7月、8月2个月是每天都需要这个 reservation 的。我们是出门前没有提前查好，所以就是行程需要调整一下。在此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上国家公园的官网看清楚，千万不要白跑一趟哦。这一次订国家公园的行程是提前1、2个月就订好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这个身体关系，我们就不太会大爬山了，就是开车转一转看一看，然后走一些比较短的线路。我们现在开了1个小时的车，从我们酒店那儿，就是机场附近的酒店，开到了贝弗利山庄吃一个 shake shack。 这是为数不多10点半开门的 shake shack， 然后其他都要11点，然后刚好我们会就路过这儿，所以就先吃一个，然后再去国家公园。上一次吃的时候还是2年前我们在西雅图的时候。I saw the city passing by my window. Was in the crowd, but I felt so alone. Looked at my phone like every other second. My future was blurry and numb. A tunnel where there's no light. Oh, but then you came and sat right next to me. Your eyes, they glowed and filled me up. 现在已经下午3点多了，我们终于进到了这个红山国家公园，然后这个是大门口，噔噔，好热，现在应该已经36、7度的样子。我们现在已经到巨树森林了，然后这儿的树已经很大了，看一下后面他们正在拍。看后面他们正在拍的这棵有多大，我们觉得这一棵已经超级超级大了，但是这儿的指示牌呢就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average size， 但是呢它已经是一个2200年老的一棵红杉树了。我们已经停好了车，现在去看世界上最大的红杉树。咱们这儿又得补充一句了，功课没做好，在国家公园的时候又没有网。按照体量来说， Sherman 不光是现存最大的红杉树，它也是最大的树，也非常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现存生物。从停车场走过来也只有700米，超级近，而且这个 trail 就是
地上都是铺了的，不是那种土路，就非常的友好。我们刚进园的时候不是大概35-36度嘛，而且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天气干燥，也没有什么植被，然后开进来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到了很多红杉树的区域，然后也有很多松树，这里的气温就下来了很多，应该也就只有个25度的样子，非常的舒服。这个 trail 上面呢不只有施尔门那一个最大的，它还有好几个大的，看我们现在走到这个边上，这两个就挺大的，然后刚好在这个阳光下非常好看。哇，我看见一只鹿，好近哦。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红杉树了。这个公园的椅子也挺有意思的，现在很多人在正面跟这个巨树合影，看人有多小，再看这个树有多宽。我们跟 Sherman 拍完照了。 Sherman 呢，它是2200年左右的树，它不是最老的，也不是最宽的，也不是最高的。我看到这个鹿了，我想先拍一下这个鹿。哦，好近呀，这都不用调这个焦距了。我接着说我刚刚说的 Sherman 呢，它是2200年左右的树，然后它不是最高，也不是最宽的，不是最老的，但是它被评为最大的红杉树呢，就是因为它的体量是最最最大的。我们刚刚从停车场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喘，原来是这个地方氧气已经比较稀薄了。这里已经7000 feet。Autolog， 公车养场。哇，这里好多啊！这个，刚才有个车做参照物。树根，看这个树根有多大。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今天要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就我之前说的，因为优胜美地到了4月份开始你就是要预约的，然后我们原计划呢是明天才去优胜美地，因为从这儿开去优胜美地其实是比较远的，但是我们没有预约嘛，所以今天星期五我们就临时改变计划。我们现在从这儿开过去是要3个小时，网上大家说排队进园 usually 还要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应该到那儿进去也都中午了。因为我们这次身体原因，我也不太会爬山，所以我们就比较悠闲一点，进去就观光啊，然后能车到的景点多看看。上一次来美国的国家公园也不是很顺利，我们2019年去黄石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们俩就是一落地开始拉肚子，拉了一整个礼拜，把整个黄石公园的旱厕全都上完了。 Don't you worry any longer，
You look ugly when you frown, and I don't want that shit around. Didn't know, I never told you. It's all big fake smiles in California. Hello， 现在已经中午12点多了，我们到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面了。现在第一站叫新娘的头纱瀑布。我们今天开车过来一路都还挺顺利的，就是进园的时候大概等了10几20分钟，就是排队买票进园，然后那个票是可以用7天的，但是你就算有票还是要排队进来。但是其实人还没有很多，就还行，可能是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晚吧，那些爬山的人他们早早就已经来了。这个地图上基本涵盖了来优胜美地会去的一些大点，我们就是从这边这个门进来的，然后现在在这一个点，然后是一个比较环形的，所以呢如果玩一天或者甚至玩2天，也就是这样兜一圈，不太会走回头路。大家来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大部分的景点全在这个优胜美地山谷，你看，但是其实它在整个国家公园里面算是非常非常小一部分，就这一些小细条，这整一个大的全是国家公园。这里也全都是铺好的路面，非常非常的友好，然后那个瀑布很近，我们刚在停车场的时候抬头已经可以看到，其实就在这个树后面。哦，他吃了。Know you looking real good, though you don't feel good. Your pain be looking better when it's swallowed. Cause no one's trying to funk with that frown up at the function. We all just trying to boogie till tomorrow. So get it bottled up, babe. Self-pity is ugly and no one pulling dick with their sorrow. Pucker up, buttercup. No one's trying to hear you talk cause it fucking sucks. Hearing you whine all the time. Hush your life like it's mine. Like your stories don't revolve around your childhood every time. Okay, okay, I got it, I got it. Papa was an asshole. 我们现在到 Curry Village 买了点东西吃，还要再等一下，买了个披萨。我觉得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也跟我们之前去的国家公园不太一样。这里就是设施非常的完善，然后 utility 也很完善，就是有水有电，很多地方还有网。我们之前去的就是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或者是黄石啊，他们都是里面只有旱厕，然后也没有电也没有水嘛，里面也没有餐厅，就是你进去要么爬山要么玩水上的项目，然后结束就回家，里面也不能住人。但是这边就是除了 camping 正常 camping 的人以外，它还有建了房子，然后还有像我现在吃饭的这个地方也很大，就感觉它设施非常非常的完善，所以它非常火爆。也有可能不只是来旅游的人会来，就是附近本来住在这儿的居民，他们也会有很多 activities。 我们吃完饭现在来逛这个 Upper and Lower Falls。 Upper 呢就太远了，今天的体力是不太行了，我们就走走 Lower， 这是一个2公里之内的trail， 而且这个 trail 你看也是铺好地面的，超级友好。看，这就是 Lower Fall， 看着挺漂亮的吧？看看下面有多少人，我的个妈呀！今天还是个周五而已。石头小小介绍一下，它叫酋长岩，几乎整体由一块巨大浅色花岗岩组成，形成于大约10000年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花岗岩。如果你觉得它看着眼熟，是因为它曾经是苹果 MacBook 的桌面背景。
嗨，早上好，现在是星期六了。我们原定的计划是今天中午到下午才出发，然后又去优胜美地，但是我们昨天就是景点逛的七七八八，然后没有爬山，今天也不想再爬了，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我们就临时改变了计划，准备开车去圣何塞。跟去优胜美地的时间差不多，也是开两个多，快三个小时的样子。我们今天就是圣何塞一日游。我们现在到苹果总部了，但是它里面是不可以进去的。然后这边有个模型，然后它给了一个 iPad 这样投影，就是你可以模拟来看一下它里面都是些啥。啊，这就是一个隧道进去了，然后这里面全都是办公室，就是这个圈儿打开，全部都是办公的地方。但是它这个圈要怎么样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去呢？如果要开会的话，这些呢？这也是工位，这完全是个停车场。嗯。Fitness and Wellness Center。那从办公室走过来也蛮远的。这草原里面的车还是会动的呢。在苹果吃完沙拉之后，我们现在又来了 Google。 好晒呀， Google 这个楼看着是一个 bigger experience， 如果它的 experience 比较多的话，我们愿意在这里买一杯咖啡喝。这是可以给 visitor 骑的小车。我们逛完了，一共花了不到五分钟。 Google 也是一个 Google store， 然后一个咖啡， that's it， 就没了。哇，这个这儿有一只鹤，看，这能拍到哎！哇哦，是真的哦。是个鹈鹕。我们从谷歌开车20分钟，现在到了斯坦福来参观。哇，超大的兔子！这兔子是我们在加拿大看到的好几倍的 size 吧？哇，它这耳朵。还记得我们昨天看到1块钱可以买10个牛油果吗？前面有更疯狂的。这儿没写呀。这写了25块钱 for free， free。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现在已经下午3点半了。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起来，然后从Fresno 沙漠的那个城市开到圣巴巴拉，开了4个多小时。我们今天就打算在圣巴巴拉逛一逛，然后晚上订了一个餐厅在马里普，从这儿开车过去还要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就大概5点多的时候出发去餐厅。I'm in the back seat. You should probably take the wheel. I'm kind of twisted inside and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I'm just here for the ride, okay? Fuck, here comes a double vision. Does Megan Fox have a tune or something? Might be the Prozac kicking in, but she tossed her drink in my face and I didn't even flinch. My mom says love's not easy. Just keep your head held high.我们在圣巴巴拉走了一会儿，然后觉得这个城市环境特别舒服，所以我们就决定取消今天晚上在马里普的餐厅，然后就在这可以多待一会儿。People will find you pretty, I just wonder where they are. 我们决定不去马里普了，现在就随便找酒吧，然后坐在这儿喝啤酒看美洲杯。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喝完啤酒，现在找
Maybe I'm going crazy. Can't catch a break lately. And I just wonder what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to get a little baby. You look amazing. I said it, I meant it. And I just wonder what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to get a little baby. What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to get a little love.